今天刷到这张古老的图，这应该是在贵州那会。这是弟弟，这是老云儿，那旁边应该就是哥哥了。这膝盖骨很熟悉吧？有人说不是哥哥，因为完播顾着玩手机。拜托，他们一起在外也不是第一次吃饭，记得那年快本吗？突然想到昨天刷到这个，笑死，大家调侃就停不下来。完播你行不行？我干嘛不理他？这么好看的人在旁边，你居然玩手机？我要澄清一下，完播表面玩手机，可在这之前已经很努力拉近距离。原来是这样，是的，哥哥开始唱歌还晃着 GO 哟，完播也开始合唱，然后看着哪里会不理哥哥呢？修勾巴不得把手机对他的脸上了吧？看，你我的距离是不是又近了？有意无意还能让你看到手机内容。好嘞，继续换我，只有趣。只顾着吃啊。